Angel Baby 最近在社群平台晒出两张自拍美照，宛如女神降临的模样，令大批粉丝纷纷被她美晕。只见其中一张照片，她放下一头飘逸长发，绑着俏丽的辫子，拍照时嘴巴微微张开，看起来非常甜美可爱。另外一张照片，她将头发挽起来，用一张卡片遮住额头，对镜头露出浅浅微笑，一双直视镜头圆滚滚的大眼睛特别迷人，直接电晕一票网友。特别是两张照片都是他拿着手机近距离自拍，但是脸上肌肤却丝毫没有皱纹或斑点，零瑕疵的绝美肤质，实在太完美，太不科学。有趣的是，他还发文问大家喜欢哪一张照片，许多粉丝纷纷表示不想做选择，因为都很美啊。Bye.